台上演员专心表演，替甘古堡过台湾这出戏做最后彩排。他们是台湾戏曲学院的学生，面对演出都觉得很有挑战。高中至大学，其实我学的行当就是青衣，他虽然是有点青衣，然后又有点带了苦胆，可是呢，老师会很要求说要，希望我可以哭得惨一点，让观众感觉到说可以跟我们一样，跟演员身临其境。因为他其实是非常多情绪的一个人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有一点难以招架，但是后面老师很就是他一直提醒我，他不管什么点，他都一定要提醒我做到。妈妈出来，是在下面。彩排前再三叮咛，哦，上去。体系后辈的模样很认真。他是十月参与《金藏演义》饰演佛陀母亲的小咪老师。甲这个艺术，他那这学生，吼，希望这古早的物件会当让学生学起来，吼。啊，就这学生若讲有知啊，吼，啊，拜伊若讲有做老师啦，吼，啊，是有咧行这道的，吼，伊拢用会到。甘古堡过台湾，剧本历史悠久，更能代表台湾歌仔戏发展史。光是改编就是一大工程。好的剧本，伊是全部拢四句人拢有押韵的，吼、哦。这个在即嘛吼，要写到安尼是无简单。这是从老祖先留落来剧本，但伫迄个内台班是爱做十工，咱要甲伊浓缩到两点钟吼，真无简单。那讲我妄念你。剧本去无存经，保存台湾歌仔戏表演艺术，让世世代代继续传唱。大爱新闻周梦如、邓英中台北报道。